大家好，我叫林世行，来自山东青岛，是第一次参加长期，目的是希望能够参透念佛的是谁，然后自度度他，自觉觉他。大家好，我的法名是青庄，我来自山东，现在正在南京读佛学硕士。我来此的目的就是想第一次来此，只想顺利通过。 以前的香参加过灵光禅修，也在路上东西参加过念佛，也经过这个云居山的禅房一次，真正的禅期这是第一次到。今年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除习气、开智慧。主要是想体会参禅和入定的奥秘，为以后修行开悟打基础。大家好，我叫陈一文，来自河南，在西安上学，是一名大三学生。 然后我的目的就是在世上去落实了生死，找到一个入手处、一个着力点。二十五，松学师傅，松学师傅，松学师傅。你会吗？你把没有号码的全部拿出来。没有号码的都拿出来。新的还是？ 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学习的，上学高一点。对啊，你看你看那状态。因为现在那个啥了，没那个啥了。在那开会呢，在分公室啊，分衣服了，发衣服了。七号走的时候再来领。 一个原则就是一合相，把鞋子一脱，脱啊，有盘腿啊，是吧？满坐啊，盘腿。右鞋耳窝啊，右鞋耳窝，就是这几个右鞋耳。你看佛祖是这样，你没看那个睡佛的是这个样子啊，看两个脚啊，看见没？ 前后甩啊，看清楚啊，啊，左手左右摆，然后前后甩，左手左右摆三分，右手前后甩七分，啊啊啊，不靠一点，这就不对了，啊，这个也是左右，这也是不对的，左右摆啊，看两个。 前后甩，看清楚没有？前后，前后。
跑起的时候低头弯腰，低头弯腰，两手抱大腿。一个样子，都是一个样子，三寸。什么是三寸？扛好，你看扛好后，你看有一个威慑力啊。王翔那个，对吧？现在就你看，我们这样的话，每一次像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啊，我们有长期的这种。说很中心的啊。他这个孩子好的，你看他这个，你不这肩胛骨，你打下子疼的，疼的，知道吧？你头不要这事，你就让他这个肩胛骨，你挑战的时候，看见没？这你想挑战你？好吧，你要下半身上啊，他下半身上。用劲。僵尸向上礼佛三拜。大众云集禅堂里，礼佛三拜后，大和尚说法。忽然创者来时路，恰入游子返故乡，随着一声起字，禅期正式开始。接下来的七天，他们将接受禅堂的各种考验，破茧成蝶，超越自我，寻找真实的自己。期间止语，禁止一切外在干扰。一心净化无罪，我那香来
可以用功半道的。在这个观音禅寺结更深的缘，来我们今天要赶得更晚，希望能参加下午的皈依法会，在这儿求一个法名，回去继续参禅。最想最初我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世上去落实了生死的第一步，然后在这里面有个真实这种体验，特别的感恩观音禅寺。在整个参加七天的过程中，具体的细节就不说了，感觉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业障，还有惰性，还有粗心的地方。往后下一步就是在这里也说自己发个心，给自己一个决心，就有四句话从心里流出来。我就想把这四句话跟我们第一次来参加
禅期的各位同修分享，就是饭要一口一口吃，香要一支一支做，心要一点一点磨，禅要一步一步参。谢谢。黄连虽然苦口，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样子体质应该就算是良药吧。在这里然后找到了很多，就是在其他，因为这三年嘛，然后经常在这个国内好多寺院然后来回游走，就这些东西的话就全部都集中在这里，这里的禅堂，然后让我就是感觉到了清醒的那种希望和那种信心吧。整个七天我真的没想到自己能坚持下来，但是我坚持下来，我就觉得真的离不开咱们整个就是说的禅堂的规矩，就是这个规矩还有整个大家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气氛，让我们就是学习下来。印着古观音禅寺，我在这边受不了了。没关系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不行吧？不行，那还剩500本。哎，忘了这个面对面见群怎么见了？我会送你的，因为他那个加我加我也有，加我就可以。这两天。快跑！先把东西扔掉。是不要累死？你要不换一件？举上去。好了。喂。这盆放哪儿？不错。还要塞哪个盆？你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对镜一样，你所受的遭的那些业，就像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以前种了好的因，你在世界上突然遇到了好运一样，在地方里面你不过变得比较悲惨一点嘛。好的也很好，坏的话因果丝毫不爽，那你就要受这个果报。果报的话，比如说一个经常食肉的人，经常吃鱼鳖的人，他就要受这个短命报。我们。
还有一个就是扫院的打扫厕所的，嗯，寺院里面打扫厕所是大家抢着打扫，寺院里面的厕所叫净房，嗯，就净土不叫净房，净土寺庙院都是这样子吗？啊，都是这样子吗？都是这样子，嗯，正法道场都是这样，现在寺院变好多都是雇人打扫的，嗯，真正的像禅宗道场都是叫叫什么？净土。净土。OK， 可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哪个话？感情的问题啊。嗯。一个很坚强的人，在遇到这个竹子的话，像竹子一样，他可以比其他的竹辈生命力更加顽强一点。但是，哇，现在你从这边往过看，好个拍摄的时候。一下就整个墙就出来了，不然之前站在这儿看。这是？这也是泉水。嗯。这一片应该都是用的泉水。哦，刚好没水啊。没水了。缘分，刚好给留一个洗手，可以吃这个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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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女孩子，放下来。其实这应该代表什么？去了，把那个牌子拿去。你把中国给他去了，虚了，虚了，这样，虚了可以吗？那还不得虚？这样。下去。Thank you.
现在聚焦吧。啊，好，我关了。好，好像是跟雷管吧。哦。